这是休息室，我们把这个垃圾给扔掉。不一样，这边是有垃圾桶，那边有，这是咖啡，这是有咖啡，咖啡的地方，这是运送的水，在水的这边，这是充电的，充电的地方。这里面是有这种瓶装水，可以拿一个水，它会把这个蓄满。这是情况 ，restroom， 然后卖东西的各种，这种环境还看着是不错的。然后大家是也有在外面的，也有在里面的，有看书的。都是等着自己的车，然后修理。然后这边是儿童区，儿童小朋友有这种情况。然后这边是就是搁一个位置，搁一个位置，然后会有这个东西。我们喜欢还是看这个，刚才浇了营养水了。这边是新闻，新闻在这上面。这就是美国这种卖车的地方，各种的车有所不同啊。我们是在红的这边有尼桑，有丰田，各种都有。大家现在就坐在这里休息，等待自己的车能够完成，然后位置坐的也比较宽，因为现在疫情还是最危险的啊，大家还是可以在这边休息一下。